文學放得開咧，節目咧係有承諾嘅，俾觀眾。我哋有話過咧，我哋由第一季2017年開始咧，就係每一季我哋都要講一集《紅樓夢》，係啦。咁樣數係要找嘅，咁但係咧，慢慢嚟到第四季，我哋都有少少困難。點樣可以睇出困難啊？就係我哋唔可以再用無聊嘅《紅樓夢》題目撐起一集，我哋要今次要直取核心，就係要講《紅樓夢》裏邊最重要嘅人物係賈寶玉，係啦，我終於要直面呢個紅樓嘅核心，可以話係見血啊咁樣。咁我哋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又 call 咗我哋呢個貴公子組合啦，即係包括有中大中文系嘅副教授陳偉信啦，咁同埋我哋嘅詩人同埋女英香港主席啊 Sonia 黃玉瑩啦，同埋即係我哋零零後嘅作家盧偉樂嘅咁樣。咁係啦，咁我哋就要講下呢個枉入紅塵賈寶玉係啦。咁就呢一度咧，就係首先就係始終都係要幫大家讀書。就話説咧。《紅樓夢》的頭嗰兩回或者頭嗰五回啦嚇，啲人話頭嗰五回係相當之難讀，頭嗰兩回尤其難讀，係即係被稱之為即係紅學家周汝昌又稱之為倒著甘蔗，即係明明係最難明嗰啲嘢，佢推喺頭兩行頭兩回咧就即係逼你讀曬咁樣，即係咁就即係好多人就喺頭兩回就止咗步啦。咁我哋即係一開頭已經呼籲大家，其實可以由中間讀起嘅，由你中意嘅角色開始即係出場開始讀起。咁但係即係話説。就頭嗰兩回交代咗呢一個即係《紅樓夢》作為石頭記嘅寫作嘅緣起，咁亦都交代咗佢成個形而上世界，即係呢個賈寶玉呢個人咧，其實佢對應咧就係一嚿石頭，係啦，咁就 that's why 我哋《紅樓夢》叫石頭記，就呢個石頭咧就落去凡塵嗰度咧去即係見識個花花世界温柔香嘅一個咁嘅經歷，係啦，就係一個咁樣嘅事情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我哋一定要講下呢個女娲是煉石補天。我哋好似 Sonia 同即係偉信，我哋係講過女娲嘅，係啊，即係可以話係即係推進啊。咁就話説咧，就係佢其實重寫一個女，即係曹雪芹重寫女娲呢個煉石嘅神話啦，就話佢咧。煉石補天嘅時候咧，就喺大荒山無稽岩，你睇下嗰啲即係嗰啲命名好鬼諷刺啊！大荒山即係荒誕啦，無稽即係作嘅啦，我係話明俾你聽，我係作嘅 ，OK？ 即係總共咧就煉成咗咧就係十二丈啦，即係高十二丈同方即係闊十四丈24丈嘅環石，就36501塊，唔知點解煉多一塊，係啊，煉得剩翻一塊。咁佢即係咁啊！女娲咧就淨係用咗36500塊嚟列補天，咁咧就有一嚿咧就係冇用到，於是咧就棄喺此山就係青埂峰下。青埂峰係有個諧音嘅，即係但即係我哋教《紅樓夢》頭嗰兩三回咧，就係每次話青埂即係咩啊？即係情根咁，跟住同學就會哇哦，就會不停嘅即係上堂就傳出呢啲聲啦。咁啊，咁呢個石頭咧，其實佢係有練過，但係佢靈性已通，咁人哋見到。個個都去咗補天喎，咁自己咧就係無才不堪入選，所以就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有冇從呢啲咁嘅表現，有冇聯想自己身邊嘅朋友？聯想自己身邊朋友，或者聯想你自己，或者聯想自己，係啊，點樣？即係點啊？係你覺得係種點樣嘅形態？我其實啱啱我哋講咧，賈寶玉佢一開始佢即係好似宿命咁樣，佢有一個預言，一開始佢係作為一嚿石頭，而我哋睇翻佢嘅命名咧，其實《紅樓夢》好似一部後設小説咁樣。我啱提及咧係空空道人，佢去編撰，然後又到咗曹雪芹，佢喺《道行軒》裏邊去增刪噶嘛。我哋睇翻賈寶玉呢個名咧，一方面係佢父親賈靖喺故事裏邊去為佢命名，一方面係曹雪芹作為作者為佢命名。咁其實係好似四為一體咁樣嘅。我哋見到賈寶玉啦、石頭啦、神瑛侍者同埋通靈寶玉。我哋見到咧，我哋又有玉又有石，其實係玉石嘅一種意象性或者一種嘅雙重性。作為美玉咧，其實都係石。玉其實都係石，係咪啊？係啦，或者但係玉咧好特別嘅就係佢作為石咧，佢係一塊靚嘅，得人中意嘅。但係咧，佢硬係就好似幻象咁樣。就正如你啱講，佢嘅本質咧，始終都係一嚿蠢石，一嚿幻石咁樣。係咯，咁跟住然後即係呢嚿石咧就通咗凡心，咁所以咧就翳人落去，咁就叫靜極之思動無中生有，咁於是咧就要求即係呢個一生一度就帶佢落去即係體驗嗰、那個即係美好啦咁樣，咁其實就好，跟住就去，跟住咧之後咧就。等到空空道人出現的時候，其實就有一首詩，那首詩是非常之適合攞嚟做，即係做即係青少年嗰啲即係 I G 名，即係而家冇 I G 冇中文 ，sorry 啊。咁樣咁譬如就無佢下邊咧，佢見到即係呢嚿石已經即係。
經歷了很多嘢啦。咁佢有首詩係記自己個名嘅，就係、是、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生前身後事，善誰寄去作其傳？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佢就無才可去補蒼天，就係佢嗰個對於自己嗰個凌辱啊、勝辱，我唔入選啊，我唔掂啊，嗰個咁嘅態度啦。我覺得即係你如果以現代心理學嚟講，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創傷嘅，就係咁佢點樣去理解，或者個故事點樣去理解佢冇去補天呢件事咧？咁佢就即刻就諗到，肯定係我唔夠好啦，肯定係我廢啦。咁呢一個係令到佢，我覺得佢作為一個石球或者作為一個一個存在嚟講，其實佢一個巨大嘅存在危機，就係點解唔要我？作為一嚿石頭嘅，即係佢一個巨大嘅存在危機，冇喎，唔要我，佢覺得係俾人遺棄喎。咁你點解唔係女媧計錯數啫？或者唔點解唔係女媧對佢嘅，即係對依一塊特別嘅石頭係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嘅？其實佢有佢嘅宿命，佢唔係要嚟補青天嘅。咁但係就冇交代到呢件事，就令到佢係因為依一個嘅被遺棄嘅 trauma 啦，令到佢有自我認知嘅危機。咁佢一路就抱住呢個自我認知危機咧，其實佢係好想有用嘅。你可以睇到一開始睇到咧，佢係覺得自己無才不堪入選嘛，即係其實佢係好想有用。而所以咧，即係當好多時啲人話啊，寶玉係一個富貴嘅廢人啊，喺個大觀園度喺度即係溝女啊，喺度 hea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其實佢唔係抱住一個想廢嘅心態係去入世嘅，作為一嚿石頭，其實佢係想經歷呢個世界，想有感受，想喺呢個世界裡面可能佢揾到佢自己嘅用處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就係咧，咁因為頭先就即係頭先阿慧樂都講到話。那個即係嗰個石頭同個玉嘅雙重性，咁佢中間後面亦都係講到話，其實佢係嗰個僧咧就念咒語啦，就施展幻術，就將嗰嚿石頭咧變成一嚿美玉。咁其實依個可以當作係點樣理解所謂嘅用處，即係可能一個儒家嘅用處同埋一個道家嘅用處。道家覺得其實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嚿石頭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因為你要入世，咁所以咧就係要施展一個幻術，令到人哋覺得啊佢係一嚿可愛嘅石頭，你係要需要成為一嚿對一個人世間有價值嘅石頭咧，仲要寫埋個字喺上。怕人家看不出你是寶物，還要寫了一個這一塊就是寶玉，你就要珍惜它了。這一個其實就可以，我覺得是預示了寶玉入世之後，其實他遇到的種種挫折，他跟這個世界的衝突，或者他那種鬱悶，就是來自於其實這個世界需要他成為某一種東西，需要他成為一個可能將相之才，需要他成為一個儒家之中一個有用的男人。但是他就是一個運勢的寶玉，他一個運勢的寶玉就是他天然的狀態，其實已經是他最好的狀態。我覺得這一個很有趣，就是他那個衝突的位置，其實一早佢由石頭要變成寶玉先可以入世嗰度，其實已經可以睇得出。嗱，你見到我哋即係好激動啊！所以其實假寶玉係一個即係假寶玉，雖然係即係佢話好廢，但係其實佢一討論，其實佢會 trigger 我哋好多情緒嘅，即係因為就係有用冇用嘅問題。咁頭先 Sonia 嗰兩有個講法裏邊有兩點，我覺得好引起我注意。第一就是、啊係喎。女媧是對她沒有安排的，所以其實 她是自己要去體驗個紅塵，即她揀，雖然叫人幫但她揀的，還有人家叫她不好她都要揀，那就有個主體性，即是我選擇的、okay? 即個體驗是我揀。另外一個就是當然就是說、即用的問題，即儒家的用和道家的用，我想回就即莊子逍遙遊嘛，即是那棵樹那棵大樹很醜樣樹嘛，這樣那就即會它是冇用的，即係咁啊！人哋好像有一棵大樹，俾人哋乘下涼，咁都幾好啊！咁係一種咩觀念？即係以不才終其天年，莊子所講的、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用其實係相對的，乜嘢叫做有用，乜嘢叫做冇用呢？你想想如果即係佢真係嗰嚿石，如果練咗去咗補天，佢其實就喪失咗佢嘅石頭嘅身份喎。佢就已經唔係佢嘅真我嚟嘅咯，所以一旦佢有所謂嘅有用咧，就淨係成為一種工具性嘅存在，就係喪失咗佢自己嘅身份同埋主體性。所以咧，反而正因為呢個石頭嘅無用，先至可以保留真我，先至可以即係保留真我咧。其實從道家嚟講，先至係最大嘅用。我其實諗到一點就係話，其實普希金嘅嗰部長篇小説《奧涅金》按呢一件咧，佢唔係講按呢一件係一個多餘的人嘅，其實同寶玉好似嘅，即係貴族對於呢一切嘅生活，即係眼界。非常之高，但係當然俄國人同中國人唔同，所以按呢一件最後係參加咗革命，咁其實我諗其實好似有一啲左傾嘅一啲改寫《紅樓夢》，就話阿寶玉最後都革命嘅。哇！好想睇喎、啊。其實呢個反而係受到呢個按呢一件嘅呢個影響。OK， 咁我哋頭先又講到幾樣嘢啦，就係話即係無才可以補蒼天，我哋已經攆咗好耐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因為佢其實枉入紅塵啊，即係嗰首詩裏邊佢講嘅，其實佢最重要，即係好多人都講到就係、呢個就係《紅樓夢》嗰個自傳。性質，佢係好想幫歸國作傳，但其實佢想即係記錄埋當時佢哋嘅生活同埋感情，
即係啲咁嘅睇法啦。咁然後喺一個過咁樣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就係話石頭係美玉無瑕啊嘛，石頭就唔會完美嘅，冇並不存在完美的石頭，係咪？完美石頭就係鑽石，即係咁，即係一個咁嘅觀念。咁所以神鷹個鷹字咧，亦都係值得論嘅，係嘛？係啦，其實咧應該咁樣講，啱大家都提及到玉石啦。除咗講佢材質之外咧，我哋可以講翻佢嘅身份。其實寶玉咧，佢仲有另一個身份咧，就係佢前世係呢個神鷹侍者。咁神鷹侍者係居住喺邊度咧？係居住喺赤霞宮。赤霞宮嘅霞字其實係一方面咧，係點出咗其實好似賈寶嘅賈。啊，你嗰啲諧音玩得幾順喎！係啦，冇錯，呢個係本人穿作附會啦。即係霞一方面係賈啦，另一方面咧，其實佢即係有缺之玉，係有瑕疵嘅玉嘅意思，就代表住咧，好似當賈正好似好想寄予厚望，佢有即係《詩經》裏面講嗰種玉之德，一種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係啦，佢啱啱相反，硬係有啲缺陷嘅。其實呢個就係女娲俾佢嘅宿命。係啊，即係玩開諧音咧，即係《紅樓夢》裏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諧音，就係賈寶玉同埋甄寶玉嘅對比，即係甄寶玉嘅甄字咧，即係國語讀就甄。所以有一個即係真假寶玉 ，not the real 寶玉 ，OK，is the real 寶玉就係真甄寶玉。咁但係甄家咧，成個甄家喺個小説裏邊好少出現嘅喎，咁只係知佢哋非常之似呢個鏡像咁樣，即係一個好特別。其實古典小説裏邊雖然有宿命，但係好少咁樣做嘅，即係佢嘅手法可唔可以請偉信解一解？佢可能呢部小説有一定嘅真實嘅背景嘅，所以甄氏引將甄氏引咗去，所以甄寶玉佢嘅古仔咧。佢係抄咗家嘅，抄咗家之後受到打擊咧，就上考科舉，所以俾賈寶玉咧就話佢係六毒。所以由呢度可以見到咧，雖然甄賈兩個寶玉係鏡影，但係可能甄寶玉咧係更加係一種現實嘅選擇，而賈寶玉係一種理想嘅選擇。哇！你依個真係其實係幾即係啊，係幾即係完全捉到我哋即係《紅樓夢》咧，即係曹雪芹嗰個反社會嘅狀態。咁但係佢嗰時係咁出現咁樣，跟住佢兩個又好似嘅係咪啊？係係，即係又好似係樣又似啊，又靚仔啊，又即係阿婆錫啊，即係貴公子個格局咧。係啊，你係咪嚇即自己有冇發現自己即係你有冇發覺自己係即係鏡像係點樣嘅？冇透過鏡像認識自己咁。完全唔理我啊！即係韋樂而家係咯，即係所以咧，即係我哋第一節咧，只係講咗賈寶玉嘅宿命嘅少少咋，仲未見到賈寶玉真人。翻嚟我哋就應該嚇俾大家睇下歷代嘅賈寶玉嘅真人啦。文學放得開，枉入紅塵賈寶玉。咁咧話説咧就係、是，即係賈寶玉有個鏡像叫甄寶玉。當佢哋遇上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啊，即係紅學家掌勳就哀嘆啦，就係《紅樓夢》本質嘅孤獨與荒涼，係咪因為我哋永遠都係尋找另外一個自己咧？咁我哋即刻呢個説話諗咗好耐啦，但係唔知係咪尋找自己嘅時候咧，即係。賈寶玉尋找自己的鏡像，跟住我哋每個人尋找自己的鏡像，但係作為觀眾咧，我哋都尋找賈寶玉的形象。咁首先咧，就係歷來咧拍《紅樓夢》都係好大件事嘅，咁就我哋可以 call 一個歷來嘅《紅樓夢》賈寶玉嘅一個形象出嚟嘅。嗱，我哋睇一睇上面嗰個咧，就1977年嘅林青霞版本男扮女裝嘅賈寶玉，係啊，女扮男裝，sorry， 女扮男裝嘅賈寶玉得唔得？但係佢因為佢本身咧，其實係諗住揾佢好似演薛寶钗嘅，但係就覺得即係佢個樣子實在係太過即係英氣啦，即係非常之適合依、這、一個即係同傳統男性嗰個氣概咧係有分別嘅一個角色，咁就係賈寶玉啦。咁所以就揾咗林青霞嚟做嘅咁。咁跟住然後張國榮嗰個1978年《紅樓春上春》啦，即係都係好邪氣嘅，即係你見到70年代嘅賈寶玉係相當之邪氣。跟住下邊嗰、那個即係1996年台灣電視劇拍即係中本位嘅即係賈寶玉就係俾大家。認識一下，因為真係冇留意聽過。咁然後咧，80年代歐陽奮強係即係中國大陸即係翻拍賈寶玉拍《紅樓夢》嘅時候，係一個非常之勁嘅劇組，即係包括沈從文喺裏邊嘅顧問嘅。OK， 咁就歐陽奮強嘅呢個賈寶玉啦，即係亦都係當時好經典，全國爭看嘅。咁然後去到2010年咧，就即係呢個楊洋就係、是、即係新版《紅樓夢》裏邊嘅賈寶玉啦。好。大家 comment 下先，即係有咩睇法啊？頭先呢個賈寶玉，咁一定係林青霞同張國榮啦。咁即係雖然張國榮係好後悔拍過嗰套戲，因為佢嗰時係一套三級片咁樣，即係一開始佢嘅事業起步嘅時候拍嘅第一部大嘅電影就係一套言情片，咁對佢嘅打擊係好大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揀翻10000次，都一定係張國榮做賈寶玉㗎啦。哇！真係嗰陣時，就我哋睇翻同埋嗰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即係你見到70年代原來可以咁邪。
即係八十年代係好重視知識考察，係因為我哋即係八十年代，我自己啱啱開始睇《紅樓夢》嘅時候咧，係真係對住本書嚟睇佢電視，係睇個電視劇，跟住對住本書，真係咁㗎，咁樣即係嗰時有個咁嘅感覺。跟住二零一零年去到二零一零年嗰個年代咧，就係、是、完全係反現實嘅，即係嗰個即係個賈寶玉唔係咁嘅。咁賈寶玉係點樣咧？咁我哋睇下文字上面嘅對應啦。咁話説咧，就係即係第三回嘅時候咧，即係以林黛玉之眼咧，就睇一次賈府。咁一路睇嘅時候咧，即係見到即係頭嗰三回一路鋪住，就係話賈寶玉係幾咁奇怪啊，幾咁頑劣啊，又生得好嚇、啊，又個個都錫佢，咁一個咁樣嘅形象已經 build up 咗噶啦。咁然後咧一路嚟嘅時候咧，就又有腳步聲響，跟住啲丫鬟大叫就寶玉嚟啦，咁樣即係一層一層咁樣鋪墊啦。跟住就呢、這個寶玉唔知係個點樣避賴嘅人物，即係阿林黛玉心諗你真係一定好醜樣啦，同埋好即係啲傻仔啊死靚 can 咁樣。跟住到不見啦，取物也罷了，即係呢個林黛玉就唔見啦。咁醜樣唔見啦，咁樣蠢物嚇蠢物呢個 term 咧，跟阿賈寶玉一世嘅 ，OK， 即係話其實唔係係跟咗嚿寶玉一世啊，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就入嚟個年青公子係相當靚仔，咁啲衫我哋就唔詳細介紹啦，即係賈寶玉係著冠嘅，同埋著箭袖嘅，即係佢個公子嘅形象好出啦，咁樣。咁然後咧就佢形容佢咧就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靚仔喎，就話係似女仔，呢啲全部形容女仔嘅形容嚟嘅，即係鬓若都才，眉若迷惑，畫畫。面如桃花，眼若秋波，眼神係相當之即係有情啊！雖露時而若笑，即情針時而有情，係啦，即係喺個即對眼係咪呢啲叫桃花？係咪有啲桃花？係桃花啦咁樣，跟住之後有塊美玉就喺度，跟住之後林黛玉覺得話：，佢係咪見過啊？咁樣跟住然後換咗衫翻嚟再讚一次，嗰個靚仔嘅程度，你明唔明啊？即係曹雪芹呢個超級外貌協會會長，佢主要角色出嚟，佢會直頭係出兩段詩，淨係話佢靚仔咁樣，咁然後就話佢面若敷粉啊，唇若絲枝啊，轉盼多情，言語長笑，不停咁講，即係以為係講緊王熙鳳啊，天然一段風騷存在眉梢，平生萬種情絲，色堆眼角，以為講王熙鳳，唔係係講緊賈寶玉，跟住即係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嗰、那個底細係咩意思呢？後面係跟住就跟咗兩首《西江月》嚟批呢個寶玉。哇！我覺得係好狠嘅，即係點樣？因為係好少，即係你個主角啦，仲要係即係寫到咁好嘅時候咧，即係你將佢捧到上天，跟住下一個個西江月就已經將佢踩到落個地底嗰度啦，咁樣。咁嗰首西江月係咁嘅：無故尋仇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老道不通世務，如還怕讀文章，行為乖僻性怪張，哪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孤婦好韶光，與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跟住係點讀啊？既然富與妻高良，莫效此而形狀。嗯，係啊，唔好學佢啊！咁樣即係佢其實係鬧咗兩首詞，你明唔明？即係篇幅嚟講係相當之多，所以你睇筆法嚟講係我哋解一解先啦。即係呢兩首詞裏邊描述，即係同嗰個即係就是。頭先係樣啊嘛，樣係好靚仔嘅，個性依兩個就係講性情，係啦。咁寶玉嘅性情係點樣？其實咧，我哋見到啱啱我哋花咗咁多時間去練寶玉嗰個出場咧，我哋見到好似一個慢鏡頭咁樣，佢一路影住佢，哇呢度嗰度咁樣。咁但係我哋講嘅性情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叛逆、好反叛，並且我哋話佢混世魔王嘅人。譬如話《紅樓夢》呢一部書咧，我哋好多時候會話，究竟佢係一個佛家隱喻嘅小説啊，定係道家隱喻嘅小説咧？咁我哋會有爭論。但係咧，儒家硬係咧就好似作為一個對立面咁樣，而其中嘅主角阿寶玉、黛玉咧，又係最違逆儒家傳統社會嘅兩個角色。咁我可以舉少少例子，譬如我哋啱啱講到啦，關於人嘅要求，即係仁愛嗰個人，孔子就話啦：克己復禮為仁，又或者話巧言令色，鮮矣仁。但我哋睇翻。正如啱你哋講，賈政、黛玉一開始咧，即係側面去描寫寶玉嘅登場咧，佢係一個混世魔王，係一個卑鄙原之助嚟嘅，就好似莊子啊，莊子咁樣講，係一個混沌嘅人。其實咧，亦都好似啱愛信提到，就係佢手持本真嘅自己，以及咧第二樣嘢，佢出場一大特色就係講儒家會講長幼有序，但係咧
寶玉唔係嘅，我哋話佢有一種無分別嘅純一之心，好似咧對邊一個都係咁好。咁所以劉再福就話佢話有一種菩薩心腸，有一種無緣慈悲之心，不分對象嘅愛。但本人就認為咧，其實就係一種我好討厭嘅中央空調啦。中央空調係乜嘢？中央空調係乜嘢？冇錯，咁我哋係乜嘢？你解先得個中央空調。係啦，對個個都好暖咁樣啦。對個個都好暖。暖男啦。即係均一化，OK？ 我哋稱之為即係金星水平係啦。差別的好咁樣，咁又唔係，佢唔係無差別好，好明顯有差別的喎。即係如果係係咯，即係如果好啲咯。結婚結婚個差別就超大，純情本性啦都係。OK， 咁同埋即係我哋知道咧，正如啱講結婚，你見到佢最後出家咧，佢遠離兩個人物，一個係賈靖，一個寶钗，即係話咧就係佢從嗰個儒家原本嗰個最嗰、那個原生家庭結構裏面最親近嗰兩個人咧，佢係遠離呢一啲嘅人士嘅。咁所以我哋見到佢有一個咁樣逆儒家嘅人，逆儒家同埋即係可能係反秩序嘅人啦，咁樣。咁但係我想講翻就係嗰個寫法上，大家要明白咧，就係即係我從呢度睇到《紅樓夢》嗰個寫法，就係話佢係咁，即係一般嚟講，即係褒就係褒，貶就係貶。但係咧，《紅樓夢》喺呢度咧就係、是、佢係即係賈寶玉作為一個主角，其實亦都係非常之接近作者曹雪芹嘅視角，但係咧係踩佢踩到飛起嘅，都話蠢物啊，就跟即係明明係美玉變咗美玉就叫佢蠢物，同埋佢就話佢還石，依度鬧爆佢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咁樣。咁所以呢個寫法就係、是、即係同學家周汝昌都有寫到就是說，就係話嗰個係一個嗰種自貶嘅之激烈啊，係好值得大家研究嘅，即係佢係要用西方小説先至會比喻到嗰個手法嘅。其實呢種手法咧，就文學史上面唔係冇嘅。啱啱唔係講到莊子以不才終其天年嘅，我哋睇翻莊子咧，成部莊子入邊嘅莊子形象就係一個智者嚟嘅。但係其實你睇翻同莊子齊名嘅列子咧，列子入邊嘅列子咧，就經常都撞板嘅，佢會撞到啲比佢更加 wise 嘅人嘅。Okay， 其實呢一種可能係一種道家嘅書寫手法，即係話通過自貶即係去表達一啲佢嘅諗法，同埋咧係可以咧進一步同儒家做一個映襯。哦，係啊，因為儒家嗰啲通常都係老師係即係為人師表、萬世師表咁樣嘅形態啦。咁樣跟住係啦，咁我哋就講啊，即係賈寶玉。咁賈寶玉跟住出場鬧咗佢咁耐啦，咁其實嗰一幕亦都係即係嗰個係。好勁嘅，因為咧就不停咁講，即係阿林黛玉入嚟嘅時候已經不停同佢講話，嗱我哋個仔咧就性情好怪㗎，你唔好招惹佢啊，你唔好招惹佢。咁跟住阿林黛玉咧就求其講咗句話，即係話啊，你見到你戴住一個玉。跟住佢就中意佢，佢兩個因為有前世姻緣啊嘛，已經即刻我係咪見過你啊？同埋我又喐啊，你有冇喐啊？咁樣跟住就想即係小朋友，但係 Gifford 佢哋嗰時13、14、15歲，咁係真係小朋友嚟嘅咁樣係嘛？即係見嘅時候好細個嘅，咁跟住然後咁啊，佢話問佢話啊，即係問阿林黛玉有冇喐？跟住林黛玉就話我冇㗎，我諗啲玉係好寶貴，唔係個個都有嘅。跟住佢一聽到呢句，佢就發癲，跟住就剪落嚟就掟咁樣。跟住你諗下，全家人已經當佢金菠蘿，跟住又再因為咁錫佢，又因為嗰嚿肉，跟住見到佢咁掟，仲唔癲？係啊，跟住你，然後就喺度話，即係然後就鬧啦，就鬧就話，即係鬧就話，即係我都話呢嚿嘢係，我都即係就話，我呢個乜嘢罕物質，你都唔識揀嘅，咁好嘅妹妹，佢又冇肉，我就有肉，我係咁蠢，我咁醜樣，我點解要有肉啊？就成日搞到呢嚿肉，就搞到我同人哋唔同咁樣，即係你見到佢，你點樣分析呢個心態啊？其實咧，我聽過白先勇老師個講法，佢就話呢一幕裏邊咧，其實寶玉點解將嚿肉掉咧？佢就其實黛玉點解冇玉？因為黛玉佢自己本身就係《紅樓夢》裏邊最清潔、最美麗嗰塊嘅玉咁。而另一樣嘢就係我哋成日話寶玉純真，其實你喺呢度睇到其實唔係嘅。你見到佢咧係一個溝女大師嚟，一嚟咧第一個方法最勁係咩？就係幫人起花名，就起咗個表字，就叫品牌，就係簡單啲講就話佢靚女，然後咧就掉低自己好似同佢階級一樣咁樣。係啊，咪即係人哋有個平等之心好重要嘅精神，你就話人哋溝女係咯。咁但係即係我哋又喺女性嘅角度睇啊，即係林黛玉。即係你係即係我講咗乜嘢啊？即係我講咗乜嘢啊？我只係講話我冇嚿肉啫喎，跟住搞到咁大件事，跟住啲婆婆姨姨全部過去攬住，即係唔好搞啊，唔好癲啊，跟住即刻喊到不得了啊咁樣，跟住就話可見呢嚿嘢唔好啦，即係嗰個情節係好好攆嘅，就係、是、即係佢一嚟個。象徵意義很好，就是話即係有啲嘢咧，你以為是好，例如你的地位，例如你的位階，例如一些象徵你身份令到你的地位上升的原因。咁但係如果在賈寶玉啲咁平等的人心中咧，其實咧係情願咧係冇嗰樣嘢啦。
係啦，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就喺現實層面就係、是、佢真係好黐線，跟住無端端即係啲女如果係喺一個家庭裏邊，佢其實係即係好難面對。你話林黛玉點搞啊？遇到啲咁嘅事，我覺得如果係即係霍林黛玉，其實佢即係當然佢一入咗一個搞夫嘅時候，其實佢想 be polite 啦，佢就想將自己擺到係一個即係。影咁樣嘅地步，咁就大家唔好針對我，大家唔好留意我咁樣。咁但係佢將佢擺咗一個好難嘅一個處境度，就係見到全部人，結果聚焦咗喺個黛玉身上。咁我覺得、即係我唔會話其他嘢嘅，即係當然佢可能個性格比較即係唔係同人哋好好相處啦。咁但係佢依一個幕咧，我覺得咧其實就 set 咗佢後來咧黛玉咧係會喺個賈府裏面遇到好多困難，即係因為大家覺得佢係會傷害賈寶玉嘅一個，即係或者令佢自毀嘅一個角色。係啊，即係唔係你錯，但係佢見到你發癲都係你錯嘅。即係而家娶個老婆嚟做咩？令到佢乖啊嘛。即係唔係令到佢癲啊嘛，咁所以林黛玉咧嗰個成為賈寶玉嘅老婆嘅路咧係非常之困難嘅。講入紅塵賈寶玉，頭先就講到賈寶玉咧，就即係有個自貶嘅形態，就因為佢咧實在係對於成個社會國家好冇用嘅，又救唔到國，又救唔到家，而且咧仲係餓死老婆温臭屋。咁但係點解會咁咧？就因為佢對於功名咧有個即係我哋所謂以前讀書就係求取功名，功名係一個極大嘅排斥嘅，咁係裏邊係有相當之激進嘅態度嘅。即係佢頭先講佢係一個外貌協會啦，但係就算係嗰啲靚嗰啲妹妹啊、寶钗啊，甚至同佢好感情嘅湘雲，如果叫佢讀書考取功名咧，都話即刻叫佢走嘅，係啊，即係點樣啊？本身嚟講，功名咧對於一般嚟講，當然呢個係一個必經之路啦。正如我哋中學嗰陣時、小學嗰陣時讀中文課，都需要有教科書啦，有 model answer 啦。但係如果你成世都攬住個 model answer 嘅話咧，咁就好唔掂啦。咁功名咧就係、是、好似一個 model answer 咁樣困住你，嗱你淨係可以有呢種解法，其餘嘅解法唔俾嘅，我唔俾你有其他嘅選擇嘅，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會荼毒人心嘅，因此寶玉就話 OK， 你儒家講呢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係問題咧呢啲人你考取咗功名之後，你好多人做唔到呢啲，淨係為咗你一己之私，咁你做嚟做咩咧？所以寶玉係對呢樣嘢咧係即係深惡痛絕，佢更加追求係一種精神嘅一種美嘅生活。係啊，跟住就會叫話啊，即係佢話叫佢考取功名嗰啲叫做混帳話，係啊，即係林妹妹從來都唔講呢啲混帳話嘅。OK， 即係如果即係叫即係姑娘啲咁識經濟嘅，即不如去第二間屋啦。呢度等即係仔細我呢度污糟，整污糟咗你咁識世道功名，佢好惡嘅大佬，平時對啲妹妹幾好態度啊，姐姐，所以係好激烈嘅，即係對於功名嘅反叛係 above。外貌係啦，即係呢個係好高嘅啦。咁另外一方面，即係亦都係，即係其實佢係冇辦法，即係佢唔係好接受家庭嗰啲秩序嘅管束啦。即係佢可能即係闖過嘅，即係幾點講咧？即係其實佢就係要乖嘛。但係佢即係娶妻其實係即係人倫係為咗規範我哋嘅，即係規範我哋嘅野性嘅，係啦，即係你娶咗老婆你就即係解決咗你嘅性需要，你就唔會出去周圍撒滾 ，OK， 就你就穩定嘅人係一個咁樣嘅觀念啦。咁但係咧佢係反對呢樣嘢，佢覺得愛即係愛情，即係結婚應該愛情結合，所以佢哋兩個喺即係佢同寶黛，即係寶黛嘅愛情喺賈府裏邊係非常之危險嘅，係唔可以俾人知嘅，甚至係一個咁嘅狀況咯。即係咁嗰，所以嗰、那個佢同林黛玉嗰個呼應就係嗰度啦，就係話啲人話如果林妹即係你而家咁樣鬧寶姐姐，如果林妹妹講呢啲嘢點啊？佢林老妹從來都唔會講呢啲混帳話咁樣，即係所以佢同林黛玉之間嗰個聯盟啊，係一個反社會聯盟。佢哋包括就係佢哋即係因為即係都唔會考取功名啦，即係。而且好自傲啦，即係大家要知道，其實係好自傲嘅，即係曹雪芹係非常之自傲嘅，咁鬧寫兩首詞嚟鬧自己，其實睇得自己相當之重嚇咁樣。咁所以依一個咧就係佢哋喺社會層面嗰個連結，即係除咗宿命時代嘅，即係宿命層面就係話即係木石姻緣啦咁樣之外，佢哋有一個社會層面嘅連結，喺成個茫茫嘅社會之中，似乎淨係得佢哋兩個會咁反叛嘅啫。係，甚至我即係縱觀翻寶黛嘅關係咧，係即係好。
微妙、好有趣嘅。我哋睇第五回寶钗登場嘅時候咧，我哋見到黛玉咧即刻有醋意，即刻呷醋話：，誒佢咩都好過我啦，咁 social 嘅條友，我自己喺個閨中房嗰度，你又唔嚟揾我咁樣。但係咧，即係你睇每一個女角色，譬如話史湘雲登場咧，黛玉都係要呷醋一番嘅咁樣。咁喺呢個時候，我哋見到咧，寶玉、黛玉佢哋兩個人嘅小吵小鬧咧，裏邊有一句係揭露咗成本書裏邊呢兩個人關係嘅常態，就係話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位，不如之隙。咁咧，脂砚齋即係脂批嘅嗰個人啦，佢就話八字定評有趣，意思係咩咧？就係話誒呢八個字咧，就好似定評咗寶黛呢兩人關係，係全書係咁樣展開嘅。而呢句説話咧係語出孟子《離樓上》，就係咁樣講，有不如之遇，有求全之位。意思咧就係兩個人之間咧熟悉到一個咩地步咧，就覺得大家喂好似親人咁樣，好親暱、好親密嘅。但係過於親密嘅時候咧，又不免產生一啲好似好苛求咁樣嘅貶損啦，或者意料唔到嘅誤會。咁所以有時候，與其係喺個紅塵裏邊打滾，你同人親近，我自己就會中意樓上年多啲啦。呢啲通常都係年少嘅時候，你到四十歲嗰時先再講啦。四十歲嗰時可能就抑鬱啊，好想揾翻朋友咁樣。即係而家通常後細個嘅時候就誒，我孤獨嘅，唔好搞我咁。通常都係啲年少嘅，即係呢啲傷春悲秋就會咁噶啦，咁樣嚇，即係你覺得柳湘蓮佢而家好唔忿氣，俾我否定佢。咁但係即係佢同家庭嘅衝突又係點咧？佢同家庭嘅衝突可以咁講。啱啱講到甄家寶玉係鏡影，其實啱啱講到柳湘蓮啊、蔣玉菡啊、德勝雲啊，呢啲幾乎全部都係鏡影。可以話其實《紅樓夢》就係一個 mirror hall 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佢嘅家庭。啱啱講到寶黛咧，我依家講翻佢同佢嘅父親嘅關係，甚至祖父，當然代善係冇出場過嘅。但係我哋啱啱講到曹雪芹嘅外貌協會，其實 imply 咗一點上游心生。如果呢個人靚嘅話咧，即係表示佢個內心係好嘅，係高潔嘅。所以咧，你睇下，雖然代善冇出場，但係張道士咧見到寶玉就話：啊，點解呢個歌兒生得同太爺係一樣樣咧？其實係 imply 咗一種某一種傳承。Okay. 而呢個贾政咧，雖然好似係寶玉嘅對立面，但係佢咧其實都係無才補天嘅喎。本來佢想考進士，點知佢阿爸過身嗰陣時咧，即係上咗一本啊，要佢呢個早任，咁又唔得啦。所以你睇，包括睇到大觀園提嗰啲匾額嗰陣時咧，雖然寶玉一提咧，贾政就喺度串佢，係喺度喝佢，但最後咧唔係串，係鬧嘅，係叉出去咁樣。最後咧就全部接受曬。所以其實贾政咧係喺寶玉身上邊見到佢年青嘅影子。所以其實可以見到代善去到贾政去到寶玉呢三代人咧，佢係有一種相同嘅本質嘅。但係代善嗰個年代係一種建功立業嘅年代，所以佢成為咗榮國公。贾政咧。他就不得了，但是他都是要守住这个业、但是寶玉呢是处于另外一个时代的阶段、所以他是可以将他推翻晒反叛晒。所以其实贾政心里面他可能对于寶玉呢、不单止可能是一种欣赏，甚至是一种妒忌在这里。是的，即是难免是有一点、其实即成年有时候会妒忌小孩的、就是你可以这么孤独。就好像我一妒忌阿慧樂这样。跟着然后、即是这个。但係我想講就係我睇到即係賈政打啊，即係寶玉嗰一場咧，跟住就話佢而家我即係如果他日讓到佢是父是君咁樣，不如我而家打死佢先咁樣。咁所以其實佢睇到呢種反叛之所以咁激起佢嘅憤怒咧，其實就係因為佢係即係會佢覺得會衝擊個制度，係即係佢即係你諗下，其實賈寶玉。有想是父是君咩？你有冇諗過話要即係挑戰特首咁樣？係有冇推翻特首？即係冇噶嘛。其實佢賈寶就係想同啲姊姊妹妹啊 hea 下，即係寫詩啊，冇考試。佢就想 hea， 但係咧，因為你唔服從個制度，其實咧你就可以去到就係俾人哋覺得你是父是君，挑戰政權，然後就要打殺嘅一個咁嘅程度。咁而佢當時係咩罪咧？就是、兩件事，一個咧就係佢有人屈佢啦，即係賈環屈佢係即係將。將金鑽兒即係一個丫鬟，即係逼奸不遂，即係然後自殺死咁樣，金鑽兒自殺死，依、這個屈佢嘅，即係另外一個就係佢即係出邊話佢收埋即係北靖王府嘅即係一個幽靈啊，即係蔣玉菡。咁所以兩單其實都係同即係性醜聞有關，都係同男女之事有關。所以佢覺得佢會衝擊個制度嘅事情。係其實只是男女之事，咁所以你睇到咧就係呢個就話反，即係賈寶一個反叛，一個係佢嘅功名嘅反叛，另外一方面就係佢對性別觀念嘅激進，亦都係好激進嘅。激進嗰個講法係乜嘢？
激進佢就係有好大篇幅咧，係講嗰個所謂淫嘅一個觀念啦。咁、但係即係裡面嘅淫，咁當然有個狹義嘅淫，即、就、係、是、男女之事嘅一個淫啦。咁即係當然啊，賈寶玉喺嗰、那個即係喺成本書裡面咁去交友廣闊啦，同唔同嘅人發生好多唔同感情同埋身體上嘅關係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淫，我覺得係更加。廣義地嘅嗰個淫係佢對於生嘅嗰種慾望，或者對於感受一切嘅慾望。咁因為儒家講嘅係一種自制，係一種克制，係講人倫、講禮教。咁但係對於即係受即係道家嘅靈性啟發咗嘅嗰嚿環石咧，其實呢啲嘢對佢嚟講係唔存在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所謂佢裡面講嘅賈寶玉嗰種義淫咧，反而係佢想。即係佢唔依從依一啲禮教去感受身邊，或者去開拓唔同嘅感情關係，而對佢嚟講，即係可能佢進入呢個世界嘅時候，嗰一真一度話俾佢聽，嗰個係一個榮華嘅世界。咁但係佢進入呢個世界，想得到嘅嘢遠超過淨係享受個富貴榮華，而係開拓唔同嘅經歷嘅可能性。咁我覺得呢一種對於生嘅嗰種無窮嘅慾望，對呢個世界無窮嘅慾望，反而先係佢喺呢個故事裡面最得人驚、最誇張嘅地方啦。咁佢其實即係我想講翻，即係比較起點嗰個就係佢有一個講法啊嘛，女兒是水做的骨肉，即係男人咧就係泥做嘅骨肉，好污糟嘅。咁仲有對於出嫁嗰個問題，佢對啲女係點樣睇嘅？啲女性咁佢係有一個地方就係即係好著名，就係講話即係未嫁嘅女兒就係珍珠，嫁咗嘅女兒就係魚眼啦。咁當然我哋可以好用一個好世俗嘅方法去理解，就係話啊，女人嫁咗嘅話咧就即係開始運作，係啦，係啦，即係如果生咗仔就魚眼，係啦。咁當然一個好世俗嘅講法就會話啊，咁女人咧婚後之後就唔再矜貴啦。咁即係而家即係可能現世都會講話，女人結咗婚之後就貶值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以寶玉其實佢對於人嘅價值嘅睇法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佢自己係講話，即係講話個未嫁嘅女兒係珍珠，係因為佢可以。獨身的女性才可以發揮她自己的才華，同埋保留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價值，而不是咧結咗婚之後咧去 serve 一個父權制度，作為一個妻子，作為一個生仔機器的嗰種功能性。咁當一個女性要勉強被 fit 入嗰個 cookie mold 嗰度，就你就要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咧，其實是將一個女兒所有的光芒、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才華咧都抹去咗。咁所以即係特別係即係成為一個母親之後，即係更加係賢妻良母去侍奉夫君、侍奉自己的孩兒、侍奉屋企嘅長。其實他作為自己人的獨立的可能性其實已經完全沒有了，所以才會成為一個魚眼。我覺得他這個是憐惜女兒好像自己這樣是被迫去符合儒家父權社會的某一些功能性的一些角色，他對這件事是很反感的。是的，即我們想起譬如好像即賈寶玉整個癡，賈寶玉的其中一樣癡就是他覺得所有圍著他的女性會一世圍住佢嘅，佢有個咁嘅幻想，即係我哋覺得比較天真嘅幻想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諗下嗰啲，其實我就一路諗，咁嗰啲女仔即係丫鬟，其實佢喺大觀園裏邊，其實佢都係有一個社會結構嘅。但係咧，佢就因為翻緊工，係啦，佢住喺大觀園裏邊。跟住如果你又特別俾啊寶玉錫嘅話咧，即係咁你係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同一般喺屋企唔同嘅女仔咁樣。咁所以佢就鼓勵職業女性嘅 ，OK， 翻工係好過喺屋企咁樣啦。即係我講下笑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等到啲女兒要嫁出去嘅時候咧，佢通常都會好覺得係好可惜。即是一個這樣的狀況，所以其實他即看到就是說他覺得那個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即他覺得家庭是比即階級和工作是更加大的壓迫這樣，是的，即在那個即整個大觀園裏面，其實他始終是當是一個即世外桃源，就是一個即是青，所以他的青春不是純粹就是青春，而是說他是一個即體制以外的自由世界。其實即係儒家講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悦己者容。其實寶玉所做嘅就係解構，我可唔可以為我自己而死呢？ Okay. 女仔可唔可以為自己而扮靚呢？哦，係啊，係啊。咁所以男仔就係一出世就俾呢個社會收編咗，校科舉。女仔結咗婚之後咧，又係收編咗，咪大家變曬魚眼咯。OK， 係啊，就係咁。咁實喺《紅樓夢》裏邊咧，扮靚其實都好慘嘅。有一個咧，即係好靚嘅丫鬟晴雯，就係俾人話佢日日扮到西施咁，就係即係俾人逼學，而佢又啱啱同寶玉好 friend 嘅。文學放得開，枉入紅塵。賈寶玉頭先咧就講到咧，即係賈寶玉係即係其實一個。倍隻人口嘅嘢，咁我哋今日有陳偉信，係咪先？陳偉信就通常帶咗啲，即係你我哋頭先嗰啲咁嘅電視劇，佢就睇唔入眼，因為咧佢細個咧就聽第睇第二啲賈寶玉嘅係點樣？
即係點講咧？算係我算係一個 old soul 啦，屋企外省人，所以最早咧就跟我阿婆去睇咧，就係呢個1944年嘅卜萬倉導演、周旋同袁美雲主演嘅《紅樓夢》，不得了，係啦，咁就係呢個啦。咁就左邊就係袁美雲啦，佢個先生就係黃隱啦，攞過金馬獎嘅，係啦。咁就右邊就係呢個寶玉黛玉，就係呢個袁美雲同埋周旋，即係對戲嘅。咁另外咧，我就記得我最早接觸《紅樓夢》就係3歲嗰陣時，就係我阿婆帶我去睇呢部電影。咁呢部電影咧，1958年即係開始有粵劇，跟住1962年咧就拍成戲，但係大陸就禁咗，香港咧就一路有做嘅，所以就有得睇。咁就用呢個上海粵劇即係唱嘅，咁就呢個主演就係呢個徐玉蘭同埋黃文娟。頭先一睇到啦，西廂艷曲景還深啦，一定係。咁啊點唱點唱㗎？寶黛初會嗰陣時咧，啱啱所講到，就係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啦。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只一朵青云剛拆笑。好開心啊！好開心，即係聽到就係，即係你如果屋企嗰時啲，你想象啲無線電咧，即係有啲咁嘅聲，喳喳聲喳喳聲，跟住但係有啲咁嘅，即係你成個生活好似好有熱度咁樣啊！即係要上海粵劇就係即係柔美啲啦，佢比即係粵腔中國即係香港嘅粵劇柔美少少。所以慘嘅就係自從睇咗呢個上海粵劇之後咧，我永遠覺得《紅樓夢》發生喺南京或者上海，而唔喺北京。OK， 係啊，對於地點係有啲影響嘅。咁我哋頭先就講咗，即係見到啲咁樣嘅事情，跟住我就講下，即係寶玉嗰條線咧，即係同阿林妹妹啊，固然係即係好多波折。另外一個咧就係，亦都對佢嚟講好大影響嘅，就係即係都係林妹妹線嘅，就係啲唔憤氣嘅女仔，就係晴雯。咁啊，晴雯咧就係佢個判詞啊，就係即係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咁佢就係一個即係其實係好似嘅，即係佢永遠咧，大家見到晴雯咧就周圍就係鬧人，即係人哋叫即係。人哋叫我做嘢，佢就你做乜叫我做嘢啊？我唔係做呢啲嘢嘅喎。跟住，但係咧佢咧，有啲小丫鬟行過，佢就鬧啲小丫鬟。即係，但係小丫鬟鬧嗰啲語氣，又唔係一個大丫鬟嘅語氣，係好似個小姐嘅語氣。所以晴雯係亦都係一個冇位置人。佢總之就係唔中意佢而家丫鬟呢個位置。係啦，咁我就話説就係晴雯最其中一個即係最出名嘅情節就係絲線只作金千金一笑啦。嗰個都幾勁嘅，即係就係嗌交，因為阿寶玉同林黛玉嗌交咧，就林基本上寶玉係80% 氹嘅，咁但係丫鬟都同你嗌交。佢就你見到寶玉其實有個少爺，即係話整爛咗啲線啊，就鬧佢蠢材，你咁都整爛，跟住之後即係會話噶嘛，即係啲少爺會話你，跟住晴雯唔俾得人話，係啊，跟住就話啊阿二爺而家好大脾氣喎，咁樣咁即係丫鬟大脾氣，即係你少爺大脾氣緊噶嘛，但係唔係佢丫鬟佢要反抗，咁跟住之後就嗌交，跟住順便鬧埋雜人，咁大家搲爛塊面好唔開心，咁跟住阿寶玉嗰時就見到少爺仔點發脾氣，少爺仔點發脾氣。你少爺仔你發脾氣時候點？唔發脾氣。你嗱唔信，少爺仔發脾氣就話：我何曾經得這些吵鬧？你都是大個了，你要走了，咁啊，即係佢即係唔嘈得啊！即係呢個都我哋即係後來到大個都有，唔嘈得，好啦，即係唔好嘈得太犀利，即係啲嗰啲讀書嘅男仔就唔好嘈得太犀利，咁佢嘈得太犀利，佢可能會嬲咁樣咯。咁然後就後來就嗌交啦，咁然後晴雯又唔肯走啊！即係原來你得罪咗人，你唔如自己走嘅，即係佢即係有前冇後嘅喎，大佬。跟住，然後即係後來嗰件事到佢哋好翻嘅時候咧，就完全好似當冇事咁。點咧？跟住就話：我跌咗線紙啊，唔係咩？我真係笨手笨腳。佢話唔係，線紙係攞嚟撕嘅。咁樣就我最中意聽到人撕線嘅 shut 一聲咧 ，shut 一聲咁樣。跟住嗰個其實幾好巧。跟住於是就攞咗成扎線嚟撕。嗰個就撕線紙作千金一笑，即係千金難買一笑。但凡物件令到你開心咧，就 fulfill 咗佢用途。嗰種完全係一個即係反實用主義嘅諗法啦，係啦。咁晴雯，所以晴雯係即係同佢，即係我覺得撕線紙作千金一笑都係度得幾好。同埋晴雯就出場冇雜人咁多啦，但係你即係感受到佢生命一定好坎坷。其實晴雯咧係作為《紅樓夢》中後期登場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佢係好似《紅樓夢》裏邊一個轉捩點咁樣。我哋咧其實睇翻一開始，我同樣會稱《紅樓夢》為一部成長小説。譬如話一開始空空道人咧，佢講咗四句好似16字真言咁樣，統攝全書。佢就係講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全情入色，自色悟空。咁開始因空見色咧，其實就係嚟自《心經》啦，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即係話咧嗰種由一種緣起性空
就是一種無自性、無意志去認識到世間的那些肉體、那些慾望。所以譬如說他跟雜人初試情欲可以是一個典型的場景，跟住去到由色生情，他跟那些的姐妹去打鬧，慢慢產生了各種的情，那些的怨憎會、那些的愛別離。而第三個階段就是全情入色，就是最重要，就是講回為什麼他會由情去回色呢，就是講他一種情痴之毒的體會，就是講到情民之死，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場景。以及後來就是說探春遠嫁，他呢在情裏面得到解脫，明白情其實本身都是色，都是信息會生滅的假象，所以他參悟並且說出人生情緣各有分定。所以去到最後講到他黛玉的死的時候，他就說自色悟空，就是說他有意思就在於他不是想到佛偈，他說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覺大哭起來。不過呢、這個即係意識悟空呢個講法咧，即係歷來譬如好似周汝昌咁樣，周汝昌好執著嘅，所以佢就唔係好同意。即係佢就話，即係呢，即係嗰十六字真言其實就係、是即係《紅樓夢》利用嗰，即係佢必須要使用當時嗰啲雜套嘅句子嚟寫出嚟。咁如果佢真係咁誤啊，佢唔會前面嗰啲寫得咁好，同個份量完全唔成比例地多咁樣咯。所以就即係而且。我哋記得佢其實嗰啲都係痴情咯，即係嗰啲部分咯咁啊，咁所以然後講翻即係晴雯嗰個情況就係、是、晴雯裏邊同佢同寶玉嗰個關係係睇得出係相當平等，而且係要係一個即係其實你調翻轉頭都係話，即係一個晴雯係又靚啦，又脾氣又大啦。其實做嘢好叻，佢針子應該係全即係全個大觀園最好嘅咁樣。咁然後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即係當係一個好盛世、好開放，然後又好包容，即係有個咁啊，即係老少爺照你嘅時候，即係罩住你，你先至可以容到呢啲咁秀兒、咁特別嘅人物。當大觀園嗰個繁華一收緊，即係好似一個社會自由收緊啦，即係你個經濟甚至下滑啊等等嘅時候，佢依啲人就會首，即係可能會首當其衝就受到制裁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係你見到即係晴雯即係抄檢大觀園就代表咗即係大觀園嘅衰落啦。晴雯就係抄檢大觀園裏邊一個比較即係其中一個懲罰嘅主要懲罰角色，其實唔關佢事，佢完全冇做錯事，但係就為咗懲罰佢。咁其實呢個係好可以，其實好可以睇到我哋即係其實都從晴雯嗰個反叛者角色就睇到即係打壓嘅形態係點樣咯，係咯。咁啊，我講翻啲 sweet 啲嘅。另外一個就即係其實幾 sweet， 我記得好中意講嘅就係、是、即係。變生不測鳳，不測鳳者潑躁，喜出望外平兒李莊。嗱，平兒咧就不嬲係即係呢個第二人咁樣，即係阿鳳姐副手咁出現。唯獨佢嗰次咧就係、是、鳳姐就係、是、即係又係假蓮去偷食啦，跟住鳳姐就聽到嗰、那個嗰啲聽到假蓮其實都中意平兒嘅，就嬲緊偷食嘅時候，順便就打埋平兒。咁你知鳳姐一插醋咧就打、嗯、即係。鬧到即係翻天覆地咁樣，咁順便平兒又受咗委屈。平兒其實即係平時已經受咗多委屈㗎啦，嗰次唔想受啦，咁就唔開心，咁於是咧就翻咗過嚟老太太呢邊瞓，所以就喺寶玉房中瞓咗一日。咁啊，話説放寶玉就覺得機會嚟啦，飛雲咁樣，咁機會嚟啦，飛雲係做乜嘢咧？係正常係咪應該就 check 咗平兒咧？即係平兒都咁靚女，但係唔係寶玉就好想做件事就係、是。我想服侍平兒咁樣，即係幫佢燙好曬啲衫啊，揾曬啲浴簪啊，揾曬啲新嘅唇膏啊，等等呢啲嘢咧，就去令到佢可以重新扮到煥然一新。即係佢覺得人生好大遺憾，就係冇喺平兒跟前服侍過。咁即係大家即係睇唔睇到嗰個男女之間關係嘅差異，同埋佢嗰種用係同嗰個世界嘅用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可能喺個傳統嘅即係理解裡面，咁可能佢就係一個丈夫或者一個男人就係應該去差遣一個妻子啊，或者係俾一啲女兒服侍啦。咁但係佢調翻轉，佢揾到佢安心立命嘅地方，反而唔係一個尋常嘅用途，就係、是、令到嗰個大觀園裡面嘅女子可能係得到關注、得到啲愛，甚至係得到一啲親密嘅感覺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可能係保育自己對自己嘅期許，其實佢嘅用係要。嚟連識其他嘅女子嘅咁樣，尤其係平兒呢個角色係好特殊嘅，因為佢已經係嫁咗俾假蓮做妾，咁呢個珍珠係咪已經暗淡咗冇光咧？唔係嘅，因為書入邊講，寶玉認為平兒係極聰明、極清俊嘅上等女孩，如果唔係咁樣嘅女仔，佢唔會 serve 佢。
咁當然可能係因為鳳姐嘅原因，令到呢個賈蓮同埋平兒之間係有一段距離，所以咧平兒係仲可以保存佢嘅真我，但係咧亦都有一定嘅温潤，所以喺呢個情形之下就會吸引到寶玉啦。係啊，同埋即係曹雪芹係對於能幹嘅女子係從來冇即係從來冇偏見，都係話即係家相對於即係家庭嘅疾谷嚟講，即係工作嘅寶。即係世界的宰制其實真係算是很好的，佢又覺得工作世界自由其實相當之即係自由的一個觀念。咁我然後我其實想講一件事就是我忽然間想起就譬如話我頭先講佢曾經係俾人覺得佢弑父弑君啦，可能喺佢弑父弑君之前我就要打死佢咁樣。咁而諗翻佢俾人打，其實不過就是因為佢對性別的觀念激進，同埋佢同情一啲即係佢同一啲低下階層，即係譬如可能侍婢啊、幽靈嘅人交往。咁然後我哋諗翻就係喺呢件事上邊咧，就係即係賈寶玉係俾人打嘅時候咧，佢係冇佢挨打嘅時候，咁佢冇出過聲嘅，係啦。咁當然啦，其實佢喺事前咧就即係佢係有供到蔣玉菡嗰個住處出去嘅。咁然後佢傷咗之後，佢發夢蔣玉菡翻嚟怨佢啦，咁樣。咁就係即係所以你睇嗰段時間睇嗰、那個即係睇賈寶玉呢一段挨打嘅事情嘅時候，即係然後金鑽兒嗰單嘢佢直頭係唔知咩事，完全唔關佢事，屈㗎啦。咁佢挨打嘅時候，其實佢喺個挨打嘅過程裏邊，其實我就即係忽然間諗到就係話，其實佢作為一個咁嘅貴公子，其實佢好似都冇求饒過，係咪咧？即係我記得有冇啊？我反而覺得咧比較緊要嘅就係你頭先講話佢弑父弑君同佢嘅所謂嗰個男女關係嘅唔檢點咧，其實喺儒家裏面其實你可以講係同一種對於制度嘅反叛嚟嘅，因為即係所謂嘅即係男女唔檢點，就係即係反個禮教咧，反呢個人與人之間適當嘅距離，反嗰個社會嘅制度啦。咁而嗰個弑父弑君其實就係你於家國無用，於家國無心咯。佢甚至唔想貢獻一個家國。咁所以到最後就翻返去頭先阿偉樂講嘅，就係其實佢係背棄咗佢作為一個男子啦，要侍奉國家嘅一個職責啦，同埋係背棄咗佢作為需要成為一個丈夫嘅依個職責。咁所以佢到最尾咧，佢遠離嘅兩個人咧，其實就係依一個嘅意思咯。係咯，所以我見到咧，即係好似阮奶奶嘅賈寶玉咧，原來咧都會俾人推到一個好激進嘅時候，佢亦都需要堅強忍耐嘅。